先有阿 Joey 問中銀香港2388，佢咧就好想買嘅。佢話咩價錢可以買咧？上望幾多咧？好想買2388，我諗睇住個股息率做人啦。不過佢個股息率又唔算好高喎，即係大概係4厘左右啦。見到佢出完業績之後咧，有一棍咧就爆咗上去30蚊樓上嘅，咁啊近排就回翻少少啦。咁你話中銀香港可以炒咩啊？可能炒下啲。香港經濟是不是好一點，因為始終香港 base， 是不是會做得好一點呢樣嘢咯。我覺得如果你買同埋買得中銀香港，你都不是預咗賺價啦，寧願賺息的話，落返4厘樓下啦，可能大概落返29蚊甚至更低的水平買呢，似乎就舒服一點咯。嗯，好。